即日起到12月6日，在我们彰化县立美术馆举办两档非常精彩的展览，包括我们一楼呢是我们苏能雄老师的80大寿的展览，那三楼部分是我们陈志扬老师的接力展的103棒的展出哈。那苏老师呢，这次今年刚好是80大寿，我们特别邀请呢他展出这80年来创作的一个精彩作品哈，包含从年轻的早期的印象派到我们晚年后期创作的抽象的做大作哈，都有在这次展出，共有74件哈，包含我们油画、水彩还有这个亚克力等的创作。那三楼陈志臻老师呢，他是我们鹿港哈人间国宝陈万老师的公子哈，在年轻的时候就崭露头衔，获得蛮多的一个奖项哈，那尤其是在我们2011年的时候，也就是当时是最年轻哦，36岁哈，那获得我们当时有这个工艺界奥斯卡奖之称的我们传统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的工艺第一等奖章哈，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哈。那今年可以说是陈老师哈非常丰硕的一年，除了我们美术家接力展103棒的殊荣之外呢，在7月份有获得彰化县政府呢颁发认证哈，我们重要的传统工艺习工艺的无形文化资产技术保存者，同时在10月份哈，刚刚发布的我们工艺研究发展中心哈，已经停办8年，今年再重新举办的第6届的工艺之家的一个殊荣哈，今年可以说是三喜临门，这边也特别恭喜我们陈老师哈。那老师这次的创作呢，除了传统的席灯之外哈，每一座席灯哈都有不同的造型哈，代表不同的吉祥意涵。那这次也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些全新的创作哈，那这个作品呢非常的精彩，我们这次也特别商请工艺研究中心呢提供这个。当初2011年的这个一等奖章的作品回来哈，这边邀请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跟乡亲呢，一起来参与我们这次的艺术大展。是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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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那每一条都这么细，那衣服的纹路哈非常的细致，这个就是非常的精致。这个当初哈，这个手工研究所能够收到这一件，是非常的具有眼光。对，那其实当得奖就。